記得校報的主題是五十年不變，太耐了，諗住一半先啦，25年。全個世界都有電話，這個其實對於我來講是一個關於約定的故事。而這個故事其實是一日發生的故事，講緊他們三個人去食飯現場之前那幾個鐘發生的事。喂喂你喎，通過這一個聚會，他們分別落了一些他們關於他們人生的重要決定。去寫這場飯局的時候，我進一步的思考其實就是時光流轉，天變地變，人啊，要做幾多嘅改變，先至能夠去守護此情不變呢？呢三個係因為唔同嘅際遇而面對改變有唔同嘅態度，係咯。咁而每一種態度，冇話絕對啱，冇話絕對錯。面對周圍嘅轉變，而自己究竟要點變，或者係變定變呢？個就係成個全個世界都有電話。我自己最大的創作感受或者感慨，其實你幾大咧？23。我哋拎住個電話同一個陌生嘅人通話或者通訊，你總係會對嗰邊嗰個人，即使佢係陌生，你會有一啲諗法，而隨住如果你有機會，你同佢越講越多嘅時候，你係會掌握到越多資料咧，你對嗰個人嘅想像係會越清楚。好早好早，我哋就已經諗住用麗英。其實我哋想做一個 contrast， 你俾人氹去買相，全死角俾少女嚟做，咁先至會有呢效果咯。其實我好想將所有關於我哋同手提電話之間嘅關係嘅嘢咧，都擺曬落套戲度。係啦，咁手度運動就係其中一樣好神嘅嘢。喂，你都係啊，一齊做啊！你睇成台手機咁 ，come on， 一齊做。咁其實呢個動作好簡單，係啦，我要喺呢度講啊，呢個動作係真，係真係我哋電視噶，係真係 work， 單手揸得好緊，而佢就算放翻鬆。咁我希望大家都去試下啦。如果大家拎手機拎唔同，